是圆山大饭店七楼，现在我们从这边看下去，台北市的长城。有没有一个是泽宏的那个？有啊，有一个刚刚有上来的，穿白色的，戴个帽子，啊，真可爱，对啊。昨天晚上住得好吗？好。之前我跟凤儿有去看那个无窗户，大概差不多四倍。我住的对面就是那种无窗的，就一张床，然后一个卫浴设备，那张。在那个阿哥家在那买的时候，一间是1700，所以有时候你要寻到比较便宜的房呢，也可以当天啦，碰碰运气啦，哈。我们到大稻埕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地方假日给那拜六可能人买较侪，我们的游览车会让大家下车，然后也开去码头的所在，底下有距离一个码头，做大稻埕的码头，遐买让。在观光船哈，办团体的或是你个人的游淡水河。不要碰到人家东西。谢谢。他们先走了，对，带我们。到走花走，看到花走的花走，耶！耶！你考试可以考满分。人味啊，就是说会增加一些其他的成分，觉得好不友好。